播三点至四点的时间，欢迎收看咱台湾艺术台。台湾看天下的节目，来安排第一首台语歌曲《西施》，来感谢文员大哥哦。还有今仔五一劳动节，文员大哥有休困，多好看节目来拍广告咯。谢谢美嘉阿姨、嘉妈妈。思念的是。欢迎收看咱嘞！台湾看天下，我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一闪。我是今日我摸面出来不咯？好，谢谢咱爸爸妈妈，今日阿去连续假期，甲咱准时收看。尤其今日个是五月七日，冬节连假的最后一天，嘛是五月份的开始。哦，所以呢，嘛是光辉的五月的开始。是的。所以哦，咱爸爸妈妈哈，咱呐哦啊，有收到这个哈母亲节的。哦，这张贺卡的，是，哦，这张就是咱哦台湾艺术公司啊啊艺术台吼，咱的红灯书店特别啊买来吼啊，给爸爸妈妈一个小确幸呢。啊，主要是啥物呢？啊，主要就是讲感谢哦啊，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吼
啊，就较像咱的这个阿母同款，一直甲咱疼惜、爱护，哦，上伟大的日子哦，母亲节呢，啊，送我爸爸妈妈一个心意啦，哈、啊，这是168的购物金，对，哦，啊，咱收到的马上会当开始用，嗯，哦，爱当一直用到当时呢，哎、到6月15号，是的，哦，一节哈，嗯，好，一次使用，单独使用，嘿，单独使用，哦、啊，你若摕到。咱小小的这个购物金，但是是满满的诚意，祝福咱爸爸妈妈，祝福恁奶奶身体永健，好，欢迎快乐，加巴黎，好不好？好，今仔日吼是这个热浪节，所以咱赶紧呢啊来进行咱的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，好关心一下这几天个空气，好咱出门，喂，小气，来第一张都看一下，哦，好，今仔五月初一，好，买礼拜一。哦、都是一路发啦，对、哦、好不好？真的真的，劳苦功高、哦、所以大家都辛苦啊，辛苦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哦，今麦啊，那、是哦啊，明年要选总统哦、今年开始咧提名哈、哦，啊，做这样的讲，哎呦，热人这敢那热刚放假，公公搞咩那啦、哦，老师咩那啦，以后归去吼，大家拢歇啦，啊，不过这吼、哦，雷进博讲，哦，这个要研究看麦，哦，个要研究看麦，哦，大概是这状况啦，哈、嗯，好。中心大哥可能哈、有咧讲话，看我接接、来，哎、没有 连续打三通，好，谢谢，感恩，好，好、咱爸爸妈妈哈，咱啊任何这个服务需要要找客服小姐，其实直接敲咱客服的专线，啊，要上线确实敲咱互动专线哦，对对对，哦，5986111，这是上线互动，咱这是要上线卡卡这线的，好，对对，好，啊，无咱卖卡这线，好，好不？是，好，甲爸爸妈妈讲的哈、好。啊，咱 下一张去看一下，来，哦，所以五一劳动节哈，啊，就是五月开始啊，哈、五月开始了，所以哈、要祝福咱爸爸妈妈健康对着你，哦，平安对着你，啊，随着你，哈、啊，幸福伴着你，哈、财运落着你，哦，对着你，哈、和运和运送给你，好、送给你，啊、好，啊，这是五月份已经来了哈，啊，所以光辉的五月，哦、属于大家的节日。好，来下一张，来啊！所以现在春天的最后一个哈啊，这个节气啊嘛哈、但是全世界吼哦，在咧回春的当中，对哦，这是英国的一片花园当中个截取的、你来看，因的花有咱五花十色，对对对，啥咪花都拢有，哦，非常的这水，哦，只是讲花花种可能和咱家较无啥咪同款。哦，所以呢，这是春天啦哈，人生就是爱像安尼，彩色的。哦，所以啊，小朋友给他穿的嘛，彩色的，好吧？哦，爱出去佚佗，爱个行大，爱会行会走，好吧？来下一张，哦，所以讲的是我佚佗的，哦，这几天做些人去佚佗，看这应该知道是对吧？啊，如果有去过，应该知道啊，啊，啊。天祥泰鲁阁的慈恩塔遐，哎，有无？这很明显哦，那我去过吼天祥的，一定有对这做印象的，所以医生对这可能较无印象，哦，因为我做细行有去过啦。这天祥哈，天祥记得加啊，天祥泰鲁阁加好了，下一张，哦，你看啊，有人行这个步道嘛。哇！哎，步道安尼啊！哎，步道内底个滴水啊，个滴水啊，哦，滴水啊，而且顶头吼啊，拢有米个牙白啊，哦，蝙蝠嘛，哦，下一张，哦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哎，隧道都很漂亮啊。对啊。哦，这是中横嘛，哦，中环嘛，啊，顶头拢有米个牙白哦，米个牙白，好，来下一张，哦，所以呢，顶头我讲诶，哎，牙白拢掉伫个顶头嘛。爱放你到底滴到家己未啊？哎，这是奇怪的。哎，来，我来讲，有影片，好，咱来看一下。好啊。看好，伊本来吊安尼对不对？到底放你的什么会滴到家己的头的？来看一下。好哦。射过来哦。嘿嘿嘿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所以那边太欢乐，好好笑哦！啊，他要排泄的时候，各会抖动，各会抖哎！我看到不？这家应该是查甫啦，各会害害啊！因为哈，查男人尿尿哈，又一个地名，云林的，哎，斗南，哦，对，像头多哈嘞，斗南男生的男，你也别讲斗那个东西也可以，哎，台语也通，斗南哈，对不对？多难啊！哦，所以男生尿尿，所以你有看了头多吼，迄来迄个亚伯吼，也变过来尿，阿棒阿棒棒的一个，一个嗨嗨，对，所以吼，他个等，
啊，抖完马上又回复原本，对对对，所以嘿，阿拉溜了袂去滴了个滴啊，哦，安尼知啦哈，哦，所以吼蝙蝠哈，普通时啊倒掉，哦，但是呢被放了一条挖过来，哦，好，下一张，啊，你来看，对隧道行出来先，第一当行这吊桥。哦，这是咱中横哈，天祥泰鲁阁家，足水耶，是，哦，真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张，过来看，哇，这里这个古坑 去饮古坑咖啡，先出来分林行行，你头讲分林嘛哈，来分林后这呢，哇，哈比屋，哦，有河沿古坑咖啡家吼，加醋味，是，哦，所以呢，即卖哦，今仔个做者人吼，嘛是个出人滴算嘞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要紧。哦，咱无一定爱这两天啊含人客啦，哦，啊这两天啊吼是乐工朋友放假，啊其实呢啊军工教啦吼，啊没有放假，学校也没有放假，对对对，哦，大概是这样。嗯，好，来下一张，哎，哦，这一二看麦，这伫对咧，一二看麦哦，嗯，那这种吼，哦，啊行的啦吼，刚刚两个所在有可能尔，台湾西海岸无可能嘛，哦，想了知嘛。嗯，所以跟他昆丁含迄，那个对，哦，加这个啊台东华林烤这种嘛，嗯，哦啊，加是伫昆丁啦，哦，加是垦丁附近，哦，好，然，哦，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哦，所以哦，大家出去佚佗呢，哦，真正有够水的哈，哦，这不是我翕的哦，哦，这是人哈，哦，啊，这个即时哦po上去的，是是是，哦，去要佚佗，好，嗯哦，下一张，哦，啊，加嘞。这是台东吗？有概念，你好佳哉，你袂讲看了，即讲啊，即夏威夷，我以为我最近我讲夏威夷，啊，哦，这较无型，夏威夷无这公路。你看多几只卡车都要过去，会贵哦，会贵要贵，这是台东啊，哦，这就是台东，哦，所以有做几人拢出去佚佗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公路哈，这我车底下咧走。哦，啊，咱上方便就是咱直辖市台北啦，台中高雄那种捷运就好嘛。啊，捷运哦。哦，在迄个密闭空间内发生火灾变啦。哦，咱来看一段哈，真正发生火灾啊，大家想伫日本来看咯，还是对啊，来看一下。这人嘛，你走啥？这应该日本吧？对啊，日本嘛哈。那个电车啦。哎。哦，快走啊！啊，大家拢在走，是有人压倒啊，伫后边要抬嘛。哦，像迄条政捷案件迄个。嗯。快拢走出来。哦，为人民间维护体，服从人民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哦，大家硬走。他们准备往前呢。嘿嘿嘿。你知影啥？哦，客伫遮，我害咯。啊，啥呐？走袂行。啊，唔知啥呐？大家拼命走，但是搁踢到遮嘞。哦。火烧，有看到无？火烧，胃头前一直烧过来，所以一扎一扎一直烧过来。太夸张！迄上蛮早的，会去互呛死哦。主要火灾不是烧死的，大部分拢呛死。哇，有看到无？太夸张了！今天好佳哉，搁还袂倒落。啊！天哪！哦，日本，日本，赶快，赶快，要那个，要下车。啊，因到底安怎走的？对啊。来看，因到底安怎走？得要卖货啊！这两个过来的死鬼堆啊！有，要那个了，要下车。哦，搁叫这个走，搁走。对，已经蛮有停。火灾。啊，这人更唔知，有的人更唔知啊。哦，开始背糖啊，出去啊。啊，无卖货啊。哦，大家背糖啊出去。嗯，这实际上吼，你坐这吼那电车的人去呗，都要堵点火灾。对。哎，我搭电车这么久没堵点呢。哎，对，哦，大家拢背糖啊出去。哦，就恐怖。晕酸，啊，没看到。很可怕哎。哦，所以哦，一定要往浓烟的另外一个方向走。对。所以咱啊，火灾唔通往上，爱往下。哦，啊，那往下无机会，得横面移动，移动噶吼，拍好给移动噶无烟的所在。对，哦，甚至哦，嗯，哦，你秘伫迄下景也好，哦，把迄门缝哦，啊，这暗起来，嗯，哦，秘的，哦，大部分拢袂消失，哦，啊，烟卖入来就无代志。嗯，哦，这我大概了解一下哈。哦，这是实况了哈。好，下一张。嗯。来，
啊，嘛人去厦门水口佚佗。嘿。啊，水讲少嘛无少啦，也还可以啦哈。石门水库大坝底下嘛，哦嘛是个游船游湖啊，对不对？好来，下一张。哦。哦，你看还是很棒的、啊。粉红色。对不对？石门水库啊，阿姆坪啊，我做佚佗啊，大家嘛是啊，边啊可以当食石门活鱼啊，好几次啊，哦，十几次啊，哦，迄我足久足久以前有食过，真好食。哦，但是吼，即摆哦，拢无啥机会去遐食，无时间啊。哦，好，这吼是厦门水库嘛，足济人去佚佗，有没有？好，下一张。哦，天气。好来，天气吼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明仔载，哦，气温的回升啊。哦，即几天啊是北部较寒嘛，搁落雨嘛，嗯，哦，所以礼拜一啊到礼拜五哦，诶天气看一张图啦，哦，礼拜到礼拜五，我咧哈，哦啊要变天哈，拜六开始变，哦啊礼拜哦，嗯，哇有个逼近的城市啊，你有看到无？全台湾拢热多啊哈，台南高雄无咧，嗯，阁是安尼啊，到礼拜又阁是安尼啊，你看麦。哎，这几天真热，有没有看到？常常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啊嗯、哦，这今礼拜天气先给爸爸爸妈妈哦，这预告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这哦，这是哦，落雨的这个状况了哈。来，下一张。嗯。哦。哦，这就是哈、哦，这两啊，下早，今仔下早，哦，都有人去这个石门山翕的。哦。去看玉山杜鹃嘛哈。哦，当然啦、啊，你啊吼，较半暝啊吼上山就较袂害人塞车啦。所以有这透早去，但天气云真高呢，哦，云还是蛮厚的啊、哦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是石门山、河湾山跟麒麟大峡，哦，石门山哈、哦。好，下一张。哦。好、哦，这伫什么湖海滨？这有咱咱台湾的一个所在。嘿。啊。哦，你看这岛，但这岛吼、哦，看起来个。无啥像龟山岛，啊是啊是家人住，哦，反正伫台湾的北海岸遐啦，哎，对对，哦，来，很漂亮，好，下一张，云较济嘛，嗯，再来维南哦，来南部佚佗来到哦，这个台南吼，台南即卖有一个喜拉雅，哦，喜拉雅伫关顶遐吼，嗯，哦，有一个迄个啊游客服务中心，伊即卖咧办热气球。哦，唔免去台东哦，哦，伫台南诶哦，哦，喜拉雅哦，即个即条只哦，都有热气球啊，哦，只是讲规模较小，无像台东遐侪只，就小小的啊，诶，就是比较小规模，不过也是有哦，嘛是有啦吼，较无看到 Hello Kitty 诶款吼，有那个台东台湾熊，你看刚刚台湾熊站，哦，刚刚黑熊咧，黑熊只有黑熊咧，哦，没有别的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这吼是这个吼啊，热气球，哦，热气球，好，下一张，来，搁再来的时候，咱大家嘛吼，诶，这个了解，哦，伫今啊今呢，哦啊，半暝啊，哦，十二点外已经回暖啦，哦，所以画下完美的句点，是是是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一路无啥物吼啊，大的冲突啦，哈，好，最后大家了解一下，大家嘛回暖咯，哦，下一张，搁再来伫这个客家。朱雀宫，吼、哦，这有那个亚钢钉做老的，哦，啊，咱这个哈亚钢钉做老的，我、嗯哦、你看哎，啊，这个这是哦龙头，哦龙头，哇、嗯啊，几百啊，来下一张，哇、哦，叫啥龙筋啊，龙真的、哦，真的呢，都小朋友，嗯、小朋友，哦，有吧，好、嗯哦、来下一张，啊，凤尾，有吧，龙、哦啊、头凤尾，龙头凤尾，哎，这个大家看，哦，哦所以这亚老的，哦，客家朱雀宫。也是很热闹哦，这几天啊，就闹热哈。好，讲到庙吼，啊，我咧想讲，足侪人吼，啊，较早咧选举啊，哦，拢个什么啊，我咧斩鸡头、就抓啦，我啊安那都安那，我咧选袂掉，阮兜的安那，我咧出车祸安那无，拢有发毒誓有无？啊，无，我无来新民头前过来做伙来就抓，看你有贪污无啊？无来来就抓无？啊，你有买票无啊？对不对？我拢会安尼嘛。啊，讲到这个就抓哈。啊，拄好看了一对哈，啊，这个哈，啊，婆媳，一般啦，婆媳哈，拢袂害较济啦，哦，啊，为着哈，啊，要撇面的这种婆媳袂害的状况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婆婆的招呢，哦，这个儿媳妇啊，两个就来就抓，讲我一定要对你好，我一定要对安那，啊，无就会安那，安那以后就无代志啊嘛，
哦，以后无当地话啊嘛。好、哦，所以咱来看因两个救助的内容是安那，好不好、哦？婆媳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好、哦，苍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是她婆婆，她是我婆婆。天上下雨地下流，婆媳吵架不记仇，世上婆婆千千万，我的婆婆最好看。我姓王，我姓桑，我今年48，我今年28，我下地干活，我照顾公婆，我答应你不挑剔，我答应你没脾气，我养育孙子健康成长，你照顾身体好好保养，我努力带孙子干活，我努力带老公赚钱，媳妇我要好好爱，婆婆我要好好带，我把媳妇当成宝，我把婆婆当成娘，相互不要争和闹，街坊邻居斗起笑，所有婆媳不争吵，幸福家庭更美好。今天在此结拜为母女，有福同享，有苦同受。此视频为证，如有违背，天理难容。妈，闺女，干干。啉酒啊，酒醉啊，有无？哦，两个结拜做母女，阿德都超越这新妇，心强哦。哦、我要对你好，我要对你孝顺、哦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啊、哦，所以哦，这哈加醋鼻啊，哪里都无婆媳问题了、嗯，好吧？哦，好，最后大家要参考一下醋鼻姐，醋鼻姐啊，下一张，好啊，这个五月初开始哦，我记一下，咱今麦哦啦，开车经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，哦，不管有看到斑马无，拢爱要小可停一下。哦，爱看有人在走啊，对啦，我得先聊一下哦、嗯。所以哦，今天开始哦，啊，有四大取缔的重点，是包括咱的路口爱礼让行人，对，哦，啊个人行道违规停车，哦对啊，哦人行道哦，未使停啊，迄位是人在走呢、欸，那个未使后边停车，哦都歹啦，拢未使后边停啊，搁再来违规临时停车也未使，哦，红线的所在。都不能临停，黄线还可以稍微临停一下、哦，红线绝对不可以。是，哥再来啊，非号字化路口哦，哎呀啦，一号字停较个开，我袂使直接来冲过，无红灯你嘛袂使直接来冲过 哦， 哦，因为遮无红彩灯嘛嘿嘿嘿，哦，所以呢要注意哦，哦，哥再来呢，道路障碍，好，哦，像哦，伫路口。哦，是路口人啊，坐你伫遐摆搭，哦，哎，冻伫路口，袂使袂使，这嘛是犯。对。哦啊，搁有哦，伫遐啦，十二路，对啊，红灯的时阵卖玉兰花、玉兰花，对。啊来讲，哎，汽车贷款，对对对，哎，什么借款？发传单的了。啊，传单不是床单，床单就到旅馆去了。传单、啊。哎，对我点点讲唔对，所以爸爸妈妈你拢会讲唔对。啊、哦，传单，传单哦，要传单的哦，到旅馆去传单啊，哦，这种拢违法哦，哦，相关啦哈，是无当啦，3000块啊，哦，所以这个爸爸妈妈不客气，对，好不好？不要在那边发了、哦，要特别注意了啊，要特别注意了哈、啊，这个爸爸妈妈提醒一下，五月初开始哈、啊，好，下一张，嗯，哥再来哦，咱主计总处啊，公布呢，国内第一季的成长哦，今摆五月初了嘛。啊，是偌济？3.02。哎，注意看头前 minus 啊，负3.02。哦，比顶个月呢啊减呢啊，这个1.2。哦，所以吼、哦、大北啦吼啊，跌落来呢，这个1.82%。这也当讲金融海啸以来，咱14年来新低哦。哦，所以咱吼、哦、第一届吼、哦，含去年比，含进前14年比吼、哦。哇、哦啊，经济成长率下降哦，要注意。所以规年吼、哦，咱今年的 GDP 呢，五国较存1.67呢。嗯。哦，所以陷入呢保二的大战。哦，而且哦，关键对不对？出口你看啦，出口连漆黑哦，哦都衰退，出口拢衰退。哦，三月份的出口的金额存偌济？哦，减少19.1%。哦。啊，减少5%。哦，所以无怪哦。啊，咱进前吼，然后咧投资过去，拢会讲啦，啊，这个什么电子产业，什么产业五穷六绝，有无？哦，五六月啊上歹，七月份搁要交册子，哦，对，哦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大家要注意一下哈，啊，咱的经济成长率哈，啊，第一季吼是这个吼啊滑落的，好，来，啊，下一张，嗯，搁再来吼，报税开始啊，今仔开始，今年的日子哦，因为疫情过啊。所以无延后的啊，哦，今年报税得到吼5月30日，哦，最后一天，是，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吼，两查报先报先退税，
哦，安尼会去一下，啊，拢爱上网去，哦，上紧啊，是，哦，啊，爸爸妈妈话袂响，拢会去找李长，李长伯来帮你帮我处理一下，帮我上网，嘿，啊，无叫今日是谁啊？小朋友，电脑嘛足简单啦，哦，上网下，啊，自然的凭证，哦，安尼查，哦，哦，对的，好，来下一张，啊，跟再来，哇，咱有。在南美洲即卖剩一个吼，啊，邦交国就是即个巴拉圭，啊，因吼哇，长选举选总统，这对咱足重要。乃是选无好，咱连南美洲最后一个有奈吼，西欧人叫阿强阿抢，啊，佮再赢的吼是亲台，哦，即卖执政党的吼，哦，潘尼亚，哦，43%，哦，得到胜利啊，哦，压倒性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咱哦，总统啊，副总统咧已经有解吼啊，即个祝福啊，哦，所以咧啊，应该吼咱个巴拉圭吼的关系当哦继续哦，大概有这款的状况哦，这个爸爸妈妈提醒一下，来下一张，好，好啊，讲到这个国际吼，那印度，嗯，哎，印度呢啊，竟然在这个卢迪安呐，哎，有一种不明的气体外泄哦，哦，哎，造成十一个人死亡，九个人啊。啊，受啊上衣，结果呢，有一个民众伊是安那呢，伊出去买一个牛奶尔呢，结果哦买买哦，出来将倒里吼商店门口了，砰一下就倒落。是啊。所以这个毒气吼来源应该咧调查，是不是有人故意哦放这个毒气？嗯。哦，所以这吼啊有可能吼是一种个恐怖攻击。哦，来下一张。好，全世界哦上高的哦，最近呐。刚刚26天呢，已经卖破10亿，我够恐怖，10亿的美金哈，合台币300万啊，300亿哈，哦，卖300亿啊，这是也是，较卖无一个月嘞。你看一个动画就这样，这成本阁无盖管动画嘞，对啊，哦，阁不免请迄大牌来，对啊，来，这等电脑做做呀，对啊，但是真的很红，无怪做这样吼，咱台湾嘛，刚刚做个少年来儿动画游戏嘛，拢拍这，对对对，超级马里奥，哦。真的啊，好，下一张。啊，那讲了这电影有史以来的佳啦，排名的佳。哎呦，阿凡达拢无变过。哎，真正。哦，拢第一名。阿凡达第一名。嘿。哦。第二名，复仇者联盟。哦，复仇者联盟。哎，第三名是阿凡达第二集哦。对，谁知道的古？哎，今年啊，今年这出嘛。是。哦，对。哦，最后大概看一下哈。哦。啊，其实这哎。你足厉害呢哦！足厉害！铁达尼号嘛，第四名。哎，对对对吼！啊哎，迄个上啊，不可能任务阁摆无起哩。拢无。哎，想讲进前卖了，还应该会当起哩吧？伊这拢是迄个漫威系列。哎，狮子王袂歹啦，狮子王动画我那有哩吧？对，他除了狮子王，哎，他动画还有进来，还不错，很厉害。漫威电影。想袂到。蜘蛛人有那种摆里面，哎，其实大家较爱看英雄片的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知啊，看这个知呀，没错，哦，好，下一张，来，小戴，小戴，哦，本地无啥个看好哎，想袂到呢，连过啊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哦，你也看嘞，即卖呢，啊，这个女子羽坛四大天后。哦，拢在家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这个哦，戴志颖哦，近景哦，先拍败这三口茜。日本的。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嘛。哦。哦，啊，佮再来冠亚军拍败韩国的安喜颖。嘿。哦，今麦世界排名第二。嗯嗯嗯。哦啊，戴志颖本来是世界排名第四。嘿。今麦哈赢了，并排名第三。哦。啊，陈宇飞哈，因为去哦迄个啊，这个安喜颖佮拍败。哦。所以呢，陈宇飞哈，世界排名第四的话，必。啊不，第三必第四，戴志颖必第三，戴志颖的变第三，所以哦，四大天后拢在家，哦，阿兰哦，戴志颖袂歹，哎，亚锦赛已经第三届冠军啦，哇，下一张，好棒哦，所以哎，好棒，他自己讲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哦，我棒棒，我棒棒，哦，我去接老阿嘞，咁样迄个，咁样要迈向30吧，快30，哎对嘛，啊结果迄个安喜颖哦，开20通辉啊，你看，对对，哦所以当然哦。欸、也是很紧张的啊，不，张博紧张了，因为21-14，胜后直落二，他砍就 OK， 哦，甚至这场拍得非常的水，啊、哦，有没有？下一张，嗯，啊、哦，所以戴志颖哦，不容易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哦，真正是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、啊、所以哦，又让呢，咱台湾呢啊，燃起了希望，
哎呦，再拼一下哦，说不定下届奥运哦，可以当摕到哦。哦，因为哈、哦，戴志颖上可惜奥运根本摕过冠军嘞。对啦，真的。伊啥物冠军拢摕过啊？很可惜呢。就是冇摕过奥运的冠军啦。哇。大概拢啊，银牌啦，哦，上冠啊，到银牌了无？对对对对。哦，来下一张。好，哦，咱这里哈、哦，这个的啊，喇叭百合。哦。哦，你来看最近哦，不然哦，哇。这个到处绽放，是哦，这个很漂亮。哦，哎呦，时间你过较紧啊。对啊。哇塞，哇，讲无几项好耍的，安尼，已经啊，搁看一段啦。就搞了。哦，下一张。哦，咱哦有讲过，台湾吉西点对不对？哦，第七国家哈，哦，国盛灯塔家，哦哇，五营哈，哦，吉北富贵角，哦，大家拢啊来三貂角吉东嘛，啊这吉西，吉南啊，甲你报过啊，伫垦丁遐嘛。哦，来，啊，咱好时间的关系，先讲阿姐，好，继续嘛，文峰，我来安排一首歌曲，好，文峰安排日语的戏曲，好，好的，沙沙去，沙沙去，沙沙没有去，哈哈，啊，咱这首歌了哦，你要注意看，对啊，啊，来，好，戏曲。谢谢梅学姐，谢谢忠心大哥，谢谢王魂醉呀、啊，感谢你。再一幕，少し。
谢谢林大姐，谢谢秋兰姐，感谢。来，感谢爸爸妈妈点点捧花香，说来本通甲一三，要来甲您奔贺康进广告咯。缺铁性贫血是素常常看到的贫血的毛病，尤其是成年的女性，因为每个月月经来势的关系，所以要特别注意缺铁性贫血的问题。缺铁性的贫血是因为缺少铁质来致使的贫血，也是常常常看见血液的毛病。常常看见的镜头有因为贫血引起的神经，面色不好，也会喘，心头噗噗跳，还会晕等等的现象。另外，因为缺少铁质，病人也容易有落汤毛、免疫力下降等等的问题。缺铁性贫血常见的病因包括，慢性的血液流失，譬如说有些人的月经很多，或是消化性的溃疡，或是肠胃道的恶性肿瘤、痔疮、血尿等等。还有另外一个部分的原因就是吸收性不良，还有慢性吸收不良症候群之类的。最后呢，一个部分就是有些人吃素，还有长期捐血者。都可能引起缺铁性的贫血。好，来，谢谢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。来，吼，咱的贫血哦，不是小块代志哈。咱的贫血就是咱红血球不足，就是咱的血红素不够。血红素哦，在咱哦体内血液的循环爱带养分，搁爱带氧气哦，所以你若无够的话，哦，血拍无够，头晕目暗哦，哦，而且这女性比男性搁较严重。哦，容易贫血七点七倍，五十岁了，查甫查某拢同款，血拢无够啊。哦，所以咧，你家己贫血你唔知，啊，不通来家己讲有十二种的这个症状、嗯。哦，你看你有这个症状无？哦，第一就是啥？来，会感觉足忝的。疲劳亚些。嘿，佮有你指甲有藤丝啊型的。哪个？哦，佮有你熬喘的。偏袂喘。哦，啊，你的面色较白苍苍的。无血色。对。哦，啊，佮有你喙齿会肿。会破空的。啊，皮肤较干涩啊，还是讲你头毛会受损的这种。伊个搞咱头毛。对对。啊，佮有你头较痛，头较戆的。哦，啊，佮有你心肝头泡泡菜的，嘿、哦，啊，佮有你常常脚会喘的这种，吼、嗯，啊，佮有你爱食一寡可能较无同的物件，吼、嗯，啊，佮有你情绪较歹，吼、嗯，啊，免疫力下降，哎，所以疲劳亚生情绪当然歹啊，免疫力绝对无好诶嘛，是的，哦，所以人爱利用啥，你就着啥，所以爱补充啥物呢？有几种物件你一定爱补充，对，这医生讲的，人家研究讲的。第一项就是啥？血红素，一定爱。嘿，还有红骨髓、哦，红骨髓，对，还有丁烯二酸亚铁，嘿，铁质，嘿，还有软磷脂，嘿，对，氧化酶啊，硫酸亚铁啊，寡精，哦，一定爱，这会嘛，哈、哦，对，叶酸，叶酸，哦、啊，硫酸铜，哎，对，硫酸锰，哎，还有维生素的 B12，哦，提升阿免疫力，骨神经系统，对，对，所以吼、哦，贫血不是干那吼补铁，不够。在种营的时候，拢爱补充，所以这补充类吼，足简单。嗯，哦，像咱呢，在种哦，拢浓缩伫这一粒，这一粒有788毫克，对，一天一粒甲两粒爱就好啊。嗯，特别哦，细心海，特别哦，啊，爬起来苦哈，苦嘞爬起来啦，满天钻金条，袂啥无吧？掉安尼，咱听爸爸妈妈伊哪来讲来。好，中心大哥你好，我家己的头壳讲，即卖食你做特较袂啊，我去看医生无较好，啊，食你。看医生无效率，啊！你食这有差啦哈。来，小曼姐你好。今天会头晕麻麻，就爱补充个血红素啊，补充体质啊。啊，你有食过无？有啊。哇，你食了感觉哪？感觉较袂晕啊。静梦姐你好。啊，我有买两针。啊，你食了哪？感觉讲哦，脾气啊就不好安尼，爱补充维生素 B 十二啊、寡精啊、叶酸、软磷脂、缺铁贫血哦，最爱食这，然后然后呢？哦，有听到无？爸爸妈妈讲爱食这就对啊啦。哦，你看他拄啊细心哈，伊诶，他话讲吃拢食这来。爸爸妈妈你讲这一克啊，哦，咱一克啊吼，啊咱哦这个吼三十粒，啊你一天一粒加两粒就可以啊，炸两只就好啊。是。啊这一克啊偌济？我你讲这公司诶介绍是1580，因为咱这顶头你也看美国国旗。
对，这原产地吼美国，吼你放心。来，今仔日吼看到的电话卡有通，空八空空空六空七五空的，咱买一克啊，直接送一克啊，登记输赢，买一送一，一五八零，对，大组的，咱的吼保健食品爱登记输赢，所以一定要买大组的来。对。大组的买二送二，买二送二嘛，哦，来三一六零啊，对，免我咧讲一句话嘛，免三千两千，别落免2500块，哦，买二送二2500块，电话卡有通的来，反正只最后一栋啊，对，下昏无介绍啊，是，爸爸妈你给他靠起来诶，我咧讲买二送二，再加二，安尼偌济，2500块，哦，所以买二送四。哦，登记输赢2500块，最后一栋剩无几组，抢完为止。爸爸妈妈，你电话爱卡，哦，你昨昏无抢到，今仔日最后的机会，互你抢。真诶，真诶。哦，查甫查某拢同款啦，逐工安尼一粒就好啊。爸妈，你著一工、哦、一粒至两粒都买紧。看恁家己，按一克啊内底有30粒，吼、欸，你若是讲要做保养，当然一工你食一粒就好。啊，你若是讲你定定感觉安怎头壳戆诶，即种有无？啊，苦累背起来，规个乌的这种，哎、你得爱来个一缸能量，来个做调用。哦，你有冰黑嘞、欸，哦，你欠体的拢同款。对对对。但是这不是吼冰黑吼，不是讲欠体的啊。对啊。栽种的营养所害，所以咱这吼给你萃取好啊哈。这血红素啊有，红骨髓啊有哈、啊，卵磷脂啊有哈、啊，铁啦，氧化镁啦。拢中有够叶酸肝精，拢伫内底啊。拢伫内底。所以爸爸妈、嗯，你来食这保养就好啊。哦，你都袂哦，不是咧坐身哈去啊，啊不得啊头壳公车车去头壳会疼，对哦，啊佫无咱无咧，啊无血食哦，无血食哦，爸爸妈妈，所以你营养无够的，大囡仔拢同款哈，对对，爱赶紧保养身体啊，安尼知吼，来不通来接电话哈、啊，来喂你好，佳佳姐你好，来佳佳姐吗？我刚才哈是我不太舒服哦，然后吃了两粒，因为我现在很。已经好了，我本来头有点痛痛的，是哈、哦。我在追，嘿，我要追一个大组的。好啊，啊你电话先拿着，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我听到了，爸爸妈妈。文雄大哥家里来，文雄大哥。我大大阿姨三零的传卡哇。好，无问题。卡来回电话啊。啊，你甲小姐讲一下，感谢哦。看要细组大组的啊，嘿，感谢。来，爸爸妈妈电话卡有通的哈。是的。今仔日哦，最后的机会啊哈，出无几组。以这物件哈，哎、欸，美国国旗，美国来，对对对，这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很难得哈、啊，是，所以爸爸妈妈，你看美国人呢，吃这物件，叫做吃迄种无营养的物件，对啊，所以美国人咧，我跟你讲，哦，糖尿病嘛，真多啦，哦，很多、哦，啊，营养无够的贫血人嘛，真多咧，是，哦，所以你莫看吼、喔，块头那么大咧，贫血。哦，大个人买贫血，你买什么大个人还虚胖、嗯？哦，所以我跟你讲啊，你若不是蛇形海，无咱无咧无血色的这头毛足高啦，啊，你起汗哦，拢会摇的这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营养无够，心肝头要破破散。对对对。因为啊啦、嗯，血红素无够的时阵，会啊啦，养分走袂去全身躯，所以你皮肤啊无好，头毛啊无好，喙齿啊全部拢无好、嗯，而且足好喘，对，足好喘。哦，啊，这就是。缺氧跟缺氧分，啊你知吼，所以血红素红骨髓全部所以讲爸爸妈妈你甲看哦，你注意看你家己的手，啊叫你你有你的面，你有看，你若是感觉讲无血色，这表示讲哪，你就是欠血啊，嘿，就是你血循环无好啊，嘿，所以你就爱。进来个做调用，对，哦、啊，最后吼两分钟尔，对对，而且咱家最后一栋啊，咱暗时啊就无介绍啊，对，嘿，是，所以讲爸妈你今仔有看到，咱一克内底有30粒，吼，啊，今仔咱细组就是买一克啊，送你一克啊，买一盒送一盒，哦、你若是买大组，咱就是买2克啊，送你4克啊哦。是送四盒哦，爸爸妈妈。总共六盒，分为口口一克啊，存300块，你买对买啊，比狗买好啊。真的，所以爸爸、嗯，这是要给爸爸妈妈用基本的女生啊，尤其是女性，女性朋友一定爱食这项物件。女性拢爱月事来，个生音啊咧，营养抽了了咧，啊，搁再来吼、哦，病系上盖侪，就是女性朋友。对，所以女性呢，这种物件吼，欠铁、好欠血，拢爱补充。所以咱大补血。就是吼、哦，美国的要爸爸妈妈食哦，上盖有效的。是。哦，所以爸爸妈妈开上少的钱，一定要食的物件，尤其女性，啊，男性有哪会贫血，拢同款。对。哦，所以咱年岁愈来愈侪哦，营养拢吸收袂好。是的。啊，所以咧养分拢无够。
哦，所以呢，恁爸爸妈妈，你吼直接吼食咱的大补会，直接补充，对对对，方便呐，安尼知无？啊，个顺手，一天两粒安尼就好了，对对对，早顿甲食安尼就好了，是的，安尼知吼？嗯，来最后30秒哦，来爸爸妈妈，来爸爸妈妈，今仔来，咱的大补血，四组的，买一盒啊，送你一盒啊，1580哦，1580，嘿，你若要大组的，咱就是买两盒送四盒，没错，来蔡金杰，蔡金杰，来，哎，大组的啦哈。我跟你讲哦，哎、啊，168会使扣无？会使，会使。啊，你电话起来，我叫小姐甲你处理啊。是是是。爸妈，你若有收到168，赶快拢会当输赢。对，所以咱的空嘛空空空着空，轻奥空0800-060-750，电话金卡来买二送四，感谢，谢谢。1980年、都はるみさんの名曲「大阪しくれ」、サックスの演奏、これは楽しみです。といえば必ず開けられるヒットソングです。その時代とはどんな時代だ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。どんな恋の物語だ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。エンジェルの演奏です。どうぞ。好嘞，谢谢，来爸爸妈妈到这电话头卡不通的哦，因为咱吼啊，这个吼哇五一劳动节哦，所以熊熊头多吼，较侪线哦，不赶紧接到你卡去顶卡，好不好？哦，最好的机会哦，哦，所以爸爸妈妈哈，女性需要哦，男性也要哦，这大家拢爱哈，应用上不来，大家马上应用吧。是哦，所以爸爸妈妈哈，食食不是食粗吧，爱食卡哦，啊，食真正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吼。来，身体一定要保养。哦，不养生就找医生嘛，哈啊，搁再来哦，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下物件啊，像印度人，印度人全世界其实来讲起来哈，哦，含咱华人同款，咧头脑拢足巧，是哦，所以伫迄个美国哦，啊，我曾经看因足侪迄个背单词的比赛，第一名啊，唔是华人，就是印度，哦，啊，印度占大部分，
因伫背物件吼，我有够厉害，头壳哦都跳，所以世界软体工程师大部分拢印度。对呢。哦，而且印度因做伊啊个做厉害，因为全世界上新的伊啊出来哦，无外久印度学名要出来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啊，即个印度的医疗免钱，哦，因因的技术有哪做厉害，哦，所以你看人口咧已经哦，伫今年哦，啊，即个月五月啊，可能六七个啊，就变全世界人口第一了。但是呢，无胃痛、白无啥物感情，是啥物原因？食啥？哦，伊个咖喱。食咖喱。食家里啦。哦，我都吃家里啊。家里吃什么？咖喱的是姜黄素。姜黄素。哦，所以姜黄素带来喝。所以黄黄。哦，所以哦，今天给爸爸妈妈分享，您来煮一款，好吧？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廖敏宏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小常识是姜黄，姜黄内的活性成分姜黄素，它有最大的功效，第一个它就是可以抗癌，癌症的发生呢，其实跟发炎这个反应是息息相关的，姜黄素可以对抗身体发炎，并且帮助修复损害的细胞。第二个，姜黄素呢是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它可以抗老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自由基呢跟氧化损伤呢是造成人体衰老的主要原因。那姜黄素呢可以增加系统的身体的抗氧化能力，并且增强免疫系统，达到保护身体的功效。那第三个呢，它也可以促进预防脑部疾病，阿兹海默症啊，失智症啊。那另外姜黄素可以改善记忆力，降低忧郁症。姜黄呢，它还可以降低我们罹患心血管疾病以及脂肪肝的风险。姜黄素的抗发炎跟抗氧化功能可以帮助血管内部细胞运作正常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另外还有研究指出，姜黄类的化合物呢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，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，也就是好胆固醇，所以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以及脂肪肝的发生几率。第六个呢，我们刚前面提到姜黄素可以抗发炎嘛，所以姜黄素也可以改善这个关节炎的症状。第七个呢，我们在姜黄素还可以改善骨质疏松的症状。许多研究发现呢，姜黄素有多种的分子呢，可以活化及帮助骨细胞分化的功能，有助于提升骨密度。第八个呢，可以维持肌肉量。第九点呢，姜黄素呢可以改善胃部，增加胃部的消化系统。姜黄素能够增加胃蛋白黏膜的分泌，可以保护有胃部的作用，并且具有抗发炎、刺激胆汁分泌，所以可以减少胃胀气，改善胃溃疡。第十点呢，姜黄素可以帮助我们减肥。根据最新研究发现呢，姜黄素呢对脂肪细胞具有多种调节的功能，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，它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，增加好胆固醇，增加肌肉量，也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等等呢，所以它能够帮助瘦身减肥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。哦，爸爸妈妈，你有注意看吗？然后咱廖副院长呢，哇，名中医师呢，敢讲呢，这姜黄这么厉害，不管印度人呢，哇，头壳做起来无唔对，哦，但是卫生的条件无好，对啦，哦，因为因吼，迄个有阶级种姓制度啦，做好嘢做好嘢，哎，卫生就较，啊，善用的较无钱，较占大部分啦，对啊，迄拢伫遐啦。嘿，东底去钓伊那国河恒河啊，底下吃喝拉撒睡，对对对，哦，甚至嘿，嘿上种诶，嘿恢复些些拢倒落河，对，啊死鸟死狗吼，死猪啦，全部拢担落河，拢担内底啊，啊洗身躯嘛底下，洗衫嘛底下，哦啊要煮汤嘛较遐来煮啊，对啦，所以你就知影咧，因遮厉害吼，太恶心了，就是安那，因为胃肠太好诶，因食啥？食姜黄。姜黄啊，无你生歹命啊！对，医疗免钱啊！哦，因为拢食咖喱咧保养嘛，内底原来就是姜黄素。对，这是老天爷赐予印度的一个吼圣礼啊！这就有影，就是姜黄啦。所以吼，头拄吼啊，这个副院长讲十项，来咱阁讲较清楚的。是是，医生甲咱讲者，总共吼上无十二项。是是，来第一类就是当对抗安尼癌迄个癌症。癌症就是啥？對，慢性发炎，慢性发炎慢慢啊，就一期、二期、三期变作吼、这个吼无救哦，就生歹命哦。是，啊，佫会当抗老化，抗氧化啊，抗自由基。是是，啊，另外就是会当预防哦，阿兹海默症。很厉害，够、有失智的啊，帕金森氏症，哇，对对对，嘿，这拢会当甲你做预防。另外就是会当提升咱的记忆力。莫怪我讲诶，印度人记忆力好不好？背物件足紧。你全世界只要你背物件比赛，大部分冠军拢印度人。印度诶，伊那啥呐，食姜黄。没错。真正。逐工诶，逐工食呢。对，啊，另外搁会当降低安怎忧郁症，忧郁症，嘿，还可以
降低哦，对，忧郁症的风险。心情计划好。对啊对啊，啊另外，就是讲你若有心血管的疾病嘛，会当甲你降低。血管内底有哪个发炎呢？对。哦，你的三高呢？哦。是的，啊伊嘛会当降咱的迄个脂肪肝。对。脂肪肝。姜黄对肝嘛就好。对对。个白油。啊另外就是你若有关节炎的啊，嘛会当甲你做改善。关节嘛是发炎，退化发炎。也是发炎。哦，退化嘛是氧化。哦，啊，对，当然改善咱的骨质疏松。诶，骨质疏松诶嘛，同款。对，啊，好，你维持啦，吼，你的肌肉量。哦，所以呢，鼓励你去补钙质咧，会当改善，搁会当维持肌肉。对对对。哦，一减二个。嘿，啊，另外你若是讲胃较无好诶，伊嘛会当甲你做调整哦，伊当互咱的胃胀气啊。吼，改善，啊，佮有滴有胃溃疡的嘛，同款，嘿，所以胃问题吼，修复我们的胃很好，对对对，就好，啊，他佮有讲到一项，就是也当减肥，啊，瘦身，这真正吼，哎，扣到，哎，想要到姜黄佮有这种吼减肥的效果，对对对，哦，而且有啉酒的吼，酒精性脂肪肝的吼，嘛就好哦，是啊，哦，所以姜黄是很厉害的东西，嗯，哦，佮再来就是讲吼，哎，这个姜黄哦，加好。哦，都爱酸呢，这个黄金姜黄。哦，是啊，那黄金姜黄价你啊厉害呢。是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哦，就是有一个品牌，叫做啥 ？C3 Complex。没错。啊，这个 C3 呢，哦，伊呢 Q 出来，嘿，哦，是浓度偌济呢？哦，95%的姜黄素。是啊，那叫 C3， 不用讲过。嗯。姜黄素一个，哦，另外呢，佮有两种呢。姜黄素呢，就是会当辅佐这姜黄素，可以安定，佮可以呢啊，这个效果佮较好诶，加强哦。所以呢，萃取出来三种加起来都浓度超过95%以上，这全世界干哪吼，这个品牌有这个技术呢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这是几倍浓缩？诶，65呢？65倍浓缩啊！对对。而且是吼，哇，三种的姜黄素哦，好，佮再来吼，这种的技术国际有认证。没错。哈拉，吼，哦，这个口舌，嘿，哦，啊，搁有伊个 GMP 的，嘿，然后还有保健食品优良奖，哦，搁再来专利哦，专利，嗯，哦，姜黄老专利你去阿买，是，对，哦，这有专利哦，美国的，美国，还有欧洲，欧洲的也有，哦，搁有世界专利，世界专利啦，对，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知这偌厉害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你啊，你食姜黄。哦，卖工艺偌厉害，都偌厉害啦！黄金姜黄，全世界 C3 Compress 的专利认证，国际认证，摕出来，你去甲买。对。哦，咱无第二句话，有专利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但是我讲好，搁爱搁较好。哦，所以呢，哦，咱搁爱加两种物件落，搁较好。嗯。啊，加啥呢？哦，左右复活。韩国的红杉。真叻，可是金吼。对。韩国的红杉，因有一个专利，足厉害。是哦，伊个专利是安那小分子吸收的活性诶，人参活性诶哦，而且吼红杉诶，哦比白杉哦加120种诶红啊，这个人参皂苷，对，哦你啊白杉20几种，这37种以上，是哦，所以这個红杉够厉害哦。搁再来就是安那胡椒精粹，我跟你胡椒，这个胡椒的精粹有哪做厉害哦？伊个浓度会当安那啊，用干嘞10%呢？啊，这个95%以上，哦，而且让你提升，哦，你的吸收率加偌济？80%，加80%起来，吼，哪有厉害？就管哦，嘿嘿，所以哦，你就知哦，这偌厉害，哦，所以这胡椒精粹、胡椒碱落去吼，哇，好各弄出来，姜黄的好各弄出来，大大加分。好，这个爸爸妈妈分享哈，是是是，再来预告一下。是的，好，预告一下哈。文峰甲医生，嘿，我的节目拢是伫暗时啊6点到8点，好，晚上6到8点。啊，爸爸妈妈若是讲有闲，拢会当来甲咱做收看。是啊，咱的客服专线，吼，麻烦咱爸爸妈妈甲抄下起来。是哈。吼，咱的0698-0020。哦，5980020哦。对对对。啊，搁再来咱下晡3点到4点吼，医生甲文峰吼，伫这个时间哦。哦，不甲问啊，在对对对，咱拜三开始就是拢吼固定的暗时啊6点到8点哦。啊，咱吼啊有几位吼哇啊足知名啊，也很资深，也很专业啊，也很呢节目精彩哈，主持人替咱服务，好吧？没错没错，啊，咱刷卡接电话喽。